是爱东。您说又换一下，哎，刚才是郭瑜，嗯，两位老师说了一大段，哎，看得出来，怎么？今天来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这二位，是是，爱听人家的相声，奔着他们俩来的。这个郭瑜这两位老师啊，说相声确实非常的棒，是，不但观众们爱听，啊，连我也爱听，可不是吗？真的，今天来的观众朋友啊。100%的，嗯，都是来捧郭瑜两位老师的，没错。喜欢这两位老师的相声作品，对。为什么大家伙喜欢郭瑜这两位老师的相声作品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郭老师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是，能把传统段子里面很多糟粕的东西剔除掉，哎，然后加入更糟粕的内容在里面，那就没法听了。大家伙非常喜爱，什么加上新鲜元素，哎，确实，虽然说我是一个文化人啊，但是我也不会小瞧你们，我也没用您小瞧我们啊。您说您是什么人？文人，文人，啊，真没瞧出来，没看出来吗？真没瞧出来，这也不能够怪你。怎么意思？因为我还没有文你，哎，我也得让你文我呀，这怎么说话呢？文人墨客啊，您这么说就明白了。像我们这些个文人啊，每天都要读一读书，哇，阅一阅画，学习，抚一抚琴，哦，耍一耍剑，这我信。您这一出来就带着剑相了，我跟您说，锻炼身体，那叫舞剑，舞一舞剑，哎，录一录音，哇。照一照相，您瞧，做一做诗，哦，尿一尿炕，这就不怎么样了啊。写一写账，这文人还写账啊？那当然了，干嘛还写账啊？支出多少，收入多少啊？保持一下金钱方面的平衡，这日子过得真细。嗯嗯，这个里面啊，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？吟诗。我最喜欢吟诗。我说，哎哎哎，我写的那是个吟诗。不是，对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别说了，这吟诗啊，最后不好，不要死。为什么呀？吟诗的下流。人家下流啊。那吟诗啊，哪个吟呢？那您是哪个吟？哪个吟呢？我问问您哪个吟呢？一个三点水，就是这个。老问我半天啊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不对，你跟我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不是这一个。那你这到底哪个呢？一个口字旁啊，这边一个今天的今，哦，吟荡，哎，吟唱，好家伙，当吟唱去讲。您别脑子里头有什么您往外说什么，我跟您说，朗诵啊，当朗读这么讲，哎，当朗读去讲。哎呦，特别喜欢吟诗，是吗？不，您就说朗读诗篇。朗读诗篇啊，您有作品吗？太多了，真有作品。作品那可就太多了。那您今天当着我们各位的面，给我们朗读一篇呢？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啊，在这个地方。对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说相声的娱乐场所。娱乐场所，对呀、啊，读书人之多，识字人之广。嗯，倘若我有一字念错，岂不被大家嗤笑我学生？那便如何是好呢？我说你吃什么了？齁着了是怎么着？齁着了干嘛？啊，观众朋友们要耻笑我啊，那可怎么办？不会，嗯，有人耻笑您，我扛着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你听着，哎，您踏踏实实朗读您的，那我就斗胆，哎，在这儿吟一下，不，这个朗读，朗读，别吟的吟，听着啊，先酝酿一下感情，哟，还得酝酿一下感，哎，酝酿一下感情，哇、哦，啊，抒情了，生在江南地业。沦落塞北幽州，迟迟望金盏配玉瓯，不料想拿我
内有红娘陪伴，外有锦被蒙头，宽衣解带任君游，好俊一身胖肉。您这诗的题目叫大胖娘们儿，对不对？多话呢，这是。您的最后那两句好啊，怎么？宽衣解带任君游，好俊一身白肉，这不是大胖娘们儿吗？胡说八道！那不是，理解错误，哪有大胖娘们儿？那您这是什么？我们这是粽子诗。粽子诗，哎，粽子诗，可没听出来。句句跟粽子都有关系，您得解释解释。听头一句啊，生在江南地面，这是江米，哦，是吗？哦，南方吗？产的江米。嗯，沦落塞北幽州，这是北方，现在也有。哦，是吗？塞北幽州，北方知不知道？对，也产江米。哎，十指望金盏配油。这怎么意思？本想啊啊，酿酒来的。哦，结果呢？啊，包了粽子。哦，对不对？明白。内有红娘陪伴。内有那枣。哦，红枣。哎，外有锦被蒙头。哦，粽子皮。哦，宽衣解带任君游，好俊一身白肉，哪儿有大胖娘们？对，没有大胖娘们儿。是是是，我们这是粽子诗。粽子诗，哎，平时好写个诗。哦，写个诗干什么的？写字写得非常好。嚯，还能写字呢？嘿，我写字写好极了。写什么字？墨笔字。啊，就是毛笔字。写出那字来啊，那叫樱桃小楷。拉倒吧你，还西瓜大叔呢？来西瓜大叔，那哪来的樱桃小楷啊？就是写出来字来特别小、啊、非常的工整，那叫蝇头小楷。还樱桃小楷，蝇头小楷，蝇头小楷。哎，我双手都能写。我双手都能写。双手能写梅花篆字，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，封为女儿干殿下，加封九千岁之职。这是您刘瑾。刘瑾那说什么呀？我效仿人家，刘瑾太监，您效仿他身残志坚。啊？那您说，我效仿人家能耐。他有什么能耐？双手能写梅花篆字。哦，说您也成，这个我也可以。哦，脚也可以，脚还能写？哎，把这笔夹在大脚豆上。哎呦我天哪！手脚并用都可以。哇，手脚一块来。就这么写，你知道吗？俩跟国王子跳舞似的，您这国王跳舞，您这四肢全能写，您这身体支撑点在哪儿呀？不会也支一根笔上吧？说话呀，就是我有一个轮椅。哦，轮椅。哎，坐我那个轮椅呀、啊，啊，写上那字。哦，坐在轮椅上写字，棒极了。是啊，国王这手脚并用，还怎么样？头发也能写，就这头发？这头发不疼。什么头发？这头发太短了。哦，我有那个道具。什么样的道具？就你们说相声啊，有那个小辫儿，就连双簧，双簧的小辫儿，小辫儿那个都能写，拿这写字。哎，戴好了之后啊，在这写，这没问题。这什么意思？收笔，大收笔。哦，对于收笔。哎，光这头发还怎么着？眉毛，眉毛还能写？哎，有两个小辫儿，接好了之后在这写。哇，没问题。眉毛，腋毛。哎呀，不写出了自然味儿了吗？这味儿干啥呀？那棒极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告诉你，哎，怎么着？不夸张的说啊，浑身上下带毛的地儿都能写。是啊，嗯，还有哪儿的毛？鼻毛，字、鼻毛这都能写。您瞧瞧，不，我写字写得好。还怎么样？脑筋也非常快，脑子也好使，脑筋快极了。哦，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过目不忘。过目就是我看过的东西啊，从来不会忘记。哇，这么聪明，那等一点问题没有。哦哦哦，就跟你这么说吧。您说，走马观碑，不识群羊，这是您的本事？就这本事。拉倒吧您，嗯，走马观碑，不识群羊的不是您。怎么不是我呀？那是苏秦苏季子。咱先说这走马观碑。走马观碑，哎，这是苏秦苏季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在这大道上飞驰而过，见道旁有一桶石碑，骑着马过去了，碑文记下来了，这叫走马观碑。就这个，怎么着？这叫能耐吗？这还不是能耐吗？这安在我身上，这就叫玩儿。
叫玩儿。哎，这就叫玩儿。您比他本事还大，嘿，大极了。哎呦我，我问问你，马快还是火车快？那当然火车快。我能够坐火车观碑，坐火车观碑。对了，坐哪儿到哪儿啊？咱们果京。哎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什么叫果京啊？就是此地啊。那叫北京。北京啊，通往天津啊，有一趟特快列车，哦，30分钟到天津。是，我就坐这车。专门坐这车，靠窗户坐着，这干嘛？得看碑文的。哦，火车行驶到最快的时候，道口有一口碑文，唰过去了，碑文记下来了。这碑文是廊坊，嗨，道位无留，防廊。行了行了，您别背了。那杨春您没看见吗？可能上厕所了，还可能上厕所了。上厕所那俩字儿要不是瞎子全能看得见。我跟您说，脑子好使啊。好使什么呀？不算本事，脑筋就是这么快。不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还怎么着，你的脑筋啊就没有我快。怎么见得呢？咱这个脑筋见的事情多啊。我要出个题目，你肯定你答不上来，你信吗？不见得，不见得，不见得。真的假的？站长，您出。我出个题目你肯定答不上来，你这脑子根本就没有我快。您出一个，出一个题目啊。来这个吧，您说，你听这个啊，逻辑推理题，逻辑推理，对了，你答不上来，不见得，不见得，你听着，您说说，说有一老头，老头知道吗？老头怎么回事？就是老太太的爱人，这不废话，我怕你反应过来，这有什么反应过来？说有一老头啊，不是一般的老头，那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，哦。父姓欧阳，哦，从北大的西门出，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金融系大二的一个女生，哦，戴一眼镜，下边儿长痦子，哦，清华大学金融系大二的女生，一看北大中文系父姓欧阳这个老教授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呢？从头里看啊，老教授脑袋上有三根头发，哦，老教授走过去解后边一看，啊，有两根头发。嗯，问这个北大中文系父亲欧阳这个老教授脑袋上究竟有几根头发？五根儿，捋捋你的思绪再说。那不用捋，张嘴就来，五根儿。怎么五根儿？您刚才说的好啊。解头了看三根儿，对，走过这解后的看两根儿，三加二得五。对，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你吗？您什么意思？答案不对。那答案是？答案是一根儿都没有。怎么会一根没有呢？你听着呀，啊，北大中文系父亲欧阳的老教授啊，从头里看是三根头发，老教授走进解后边一看啊，是两根头发。对呀，听这句，哪句？究竟几根头发？你这个脑筋，你跟我，你差一个。这还让我注意什么细节，还什么逻辑推理啊？他父姓欧阳的父姓什么？你该揪不也得揪吗？你这叫什么题？因为我这个脑筋就比你快，你肯定你答不上来。要这样的题，我给您出一个，您照样也答不上来。没问题，我给您出一个，你来你的。您听我说这题，你说吧。会有这么一辆汽车，小汽车，有五个轱辘。打住。你是地球人是吗？你是外星人是不是？汽车大家伙都见过，四个轱辘，四个轱辘。你是地球人吗？加上备胎五个轱辘。啊，你没见过车吗？你那你没说清楚。他烂，我没说清楚。那你没说清楚。五个轱辘，五个轱辘。哎，然后开着开着一颠，灯掉一个，还剩几个？四个，备胎掉了。对不对？你捋捋你的思绪，不要脱缰而出。你好好想想，我们好好想想啊啊！还剩几个？还是四个，掉一个命就剩四个，还剩五个？怎么还剩五个？你听啊，说开着开着一颠灯掉一个。要说你那脑子也不怎么样，你就会这个究竟有几根儿？对，这叫神马玩意，那还比你那强。神马玩意还神马玩意？你这样啊，我不服啊！您不服再跟我说一下，就你这个脑子我不服。啊、你再看这，您可以。这样，
啊、真正跑脑子快慢的这可是。可以，什么事情？算数学行不行？数学题。数学题没问题。数学题来着啊，听着啊，你说。说在咱们北京，嗯，心算啊，我纸笔都不能用啊，头脸蛋放着。说在咱们北京，嗯，有辆公交汽车啊，从总站出发，哦，车上一共有15个人。记住啊，哎，15个人。是是。到了下一站，下去了4个，上来了1个。到了下一站，下去了3个，上来了2个。到了下一站，下去了7个，上来了4个。到了下一站，下去了5个，上来了3个。到了下一站，下去了5个，上来了1个。问这辆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？鼓鼓掌，让他说上来，好不好？对。10以内的加减法，你2以内的加减法我也答不上来呀、啊。我净算人数了，你最后问我几个？数学题你完了吧？你这数学题你不成，我跟你说吧，除了数学题还怎么着？语文题你也未必能答得上来。语文就没问题了。语文你行吗？语文好着呢。语文题对，你可以。对，您说一个，我说一个。啊、数学不好，语文题也好着。您说，咱这是有学问的人。啊，你跟我比，你差得远极了。您说一个，说一个呀、啊。我最拿手的是什么？语文题啊，对对子、啊。对对子。对对子，我最拿手。您等会儿吧，这是语文题、啊。这个对对子的规矩，您懂吗？嘛呀？那嘛呀？找我，我谈不上。现约找我，我跟你说，啊、对对规矩太简单了。您说，讲究的是1-3-5不论，2-4-6分清。对对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嗯、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业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横批仄仄平。我这书本上咱没少看。哦，语文呐、啊，打小学的时候就学这个，是这规矩。您说，我要是给您上联说一个字儿，我给你对一个字。我要说俩字儿，我给你对一双，呵，是这意思。对字对字嘛，上联是多少字，下联必须是多少字。哦，小的时候咱都学过，是吗？上联是5个字，嗯，下联必须也是5个字。哦，上联是10个字，嗯，下联也得是10个字。哦哦，上联是10000个字，嗯，下联也得是10000个字。没听说过的，你这贴一张报纸是吗？你把念对子累死他是吗？对字对字、啊，上联是多少字，下联必须也得是多少字。对字对字对仗、哎，那当然了，必须的嘛。咱说我这上联，我说上，上啊，上对下，怎么对下呢？死规矩啊！哦，上对下，左对右，老对少，哦、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嗯、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业大吉，万事亨通、哦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嗯、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横批仄仄平。你搞我、哦！你拿我当小朋友？我说天，天对地呀、啊。怎么对地？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业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横批仄仄平。你有强迫症是吗？强迫症拦不住你了，你考我？什么考你啊？嗯，我说盐，盐对醋。怎么对醋呢？盐要是对酱，那就完了。哦，盐是咸的，酱也是咸的。哦，那齁死了。哦，盐对醋，知道吗？盐是咸的，醋是酸的。嗯，盐是固体，对，醋是液体。没错，有这么一句话吗？怎么说？油盐酱醋，五味调和。哦，盐对醋。天对地，行，好家伙，又一遍对上来。我说好，好对歹，怎么对歹呢？有这个成语吗？怎么说？好歹咸鱼。啊，有这好对歹，好对坏就没有了。哦，大白话。哎，好对歹，是是对炮。怎么对炮呢？你知是我拨炮啊，你跳马我出车。哎，那上上象棋了。是对炮，我这5个字连起来是一个对子的上联，是吗？上天言好事，我给你对啊，回宫降吉祥。啊，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啊，这是灶上花灶上对儿。哦哦，小时候咱瞧见过。是啊，家。
家里面供那灶爷，嗯，灶爷两边贴的就是这个。哦，上天年好事，下联回宫降吉祥。嗯，横批灶爷。哎，这灶爷带签字的，您看见没有？带签字的，灶王对儿的。灶王对儿，刚才您是这么说的吗？怎么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我说上，我对下呀。我说天，我对地。我说严，我对住。我说好，我对冒。我说得，我说是，我对。我说报、啊，我上天演好事，下地度歹报、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啊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就那醋，醋下地就是逮那报去。醋下地逮报，俩人打起来。滴溜滴溜滴溜。好，您少看点动画片，我跟您说啊，您这要对着什么玩意儿？废话啊，废话，这都赖你。怎么赖我呀？你说一个字，我可不给你对一个字呢。你说一上，我哪开你？我哪知道你要说上天也好事啊？哦，赖我。我哪开你？没事，打灯谜、啊，这是破闷行了。哦，咱这对对子，要说你都说出来，别一个字一个字的蹦了。哦，你爸卖蹦豆来。你这叫怎么说话？对不对？哦，你要是说，啊、你一块儿说出来，你说长一点都没问题。好好好，您听我说这个。哎，马牙枣。我给你对杨绝聪，怎么给我对杨绝聪呢？对上啊，马牙枣三个字，杨绝聪也是三个字。哦，马牙枣是几月的？八月。杨绝聪是几月的？二月。二八月。对，这月份你不兴奋吗？我兴奋什么呀？什么叫我兴奋呢？你讲二八月，这是春秋题。二八月春秋题，哎，春秋题在那个年头，橘子们都喜欢这个题目。还柚子们呢？啊，什么叫橘子们呢？就是赶考的呀。啊，那叫橘子，橘子们。哦哦哦，你知道吗？马对羊，枣对葱。哦，恰不恰当？太恰当了。马枣树上的，羊葱是地下的。哦，对多好，那一上一下。对的，太恰当了。嗯，我这可能偏字，我这能加字。那您听我这个，你说马吃马牙枣，我你对羊啃羊绝葱。哦，我这是吃，我这是啃，哦，对，你那是吃，我这是啃，怎么样？真不错。来，你这，我再给您说一个，你再说，再长点啊，长点没关系。南通州，北通州，南北通州，通南北。您给我对，听我的啊，我给你对，男学生，嗯，女学生啊，男女学生生男女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给你解释解释。别说了。这还能解释的？这刺、啊、刺激的。这行了，对，怎么？我这上联有南北啊，我这有男女，男女不成，男女不成啊。您单挑，单挑我也有、啊。您说，听我这个，嗯，你这上联有南北，对，我给你对，东当铺，西当铺，嗯，东西当铺当东西，呵，这对的可恰当。怎么样？我这上联有南北。我下联有东西，我说南北，我说东西，我不说南北，我不说东西，我不是南北，我不是东西。对，你说话把你绕过去。我跟你说啊，有能耐你就使，你肯定难不住我。是这样，学问就在这摆着呢。哎，我跟您说，我这儿有个绝对。什么叫绝对？就是光有个上联，没有下联。啊，这叫绝对。哎，还跟您这么说，怎么多少人都没给对出个下联来。那你是没碰上我。碰上您了？碰上我，我就能给你对上来。您能给对上来？学问在这摆着呢。那您听我说这个，来吧。说空树藏虎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您给我对了，兄弟啊，我给你对。嗯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你这还不如那男学生女学生呢，什么乱七八糟的绕口令都上来了。你先说的绕口令。我这不是绕口令。你张嘴你别说，你站着越说一大堆绕口令。我是这德行吗？你这个惨的。什么比这惨的？嗯，我这是个列国典故。列国的典故。哎，能给您解释。能讲。对，那你讲讲我们听听。好啊，你说说。空树藏孔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孔子啊，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嗯，途中啊天降大雨，他没地儿躲，没地儿藏，怎么办呢？看旁边有一个空树洞，他就躲进去避雨去了。这就叫空树藏孔。那孔进空树，孔子进空树里头了。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空树里头有孔子了。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雨过天晴不下了，孔子从空树里头出来了。
孔冲空树，空树空，空树里的没有孔子了，空树是空的了，这就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喘气，别憋死啊！我说上来了，听我下联。您说，下联问对上来了。下联是，下联是，肉，巴达通，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，滋滋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乱七八糟，这是下联。我这是列国典故，典故。对，那我这是本人的实事。典故对实事，恰当不恰当？恰当。我这可是十八言。十八语就十八个字儿，是吗？对，您数一数，我跟您数数。你不要蒙骗我。不会，你来。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十八个。这不才仨吗？我那生个白鼠了是吧？啊，十八个，我这也十八个。我听您那够三十六个。没有，我这有十七个啊，我这十九个，那叫什么玩意？那您数数，听我这个啊，看着啊，肉。八大窗哗啦咔嚓扑通，哎呦补补补，子子子，看见什么玩意儿？一个鸡爪子似的，就在这儿没比划，就干活十八言，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我数，还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对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数，也是十八言。您数，看着啊，肉，八大，窗，哗啦，咔嚓，扑通，哎呦。补补补，子子子，你看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是十八。哎，我都没想到。什么？我都预料到了。你说你没想到，吓我一跳。这个我都预料到了。预料到了。那等我这能解释，我这能讲。那您给说说，你听着啊。说在想当初，这是过去的事儿。去年夏天啊，去年夏天要想当初，这不有学问吗？您拉倒吧，您就说去年夏天。去年夏天，对，你家住那平房，好，平房一到夏几天比较乱，不是啊，像屎个浪个臭虫啊，刮大姐刮大点啊，就满屋乱飞，我，你知道吗？肉吧嗒怎么回事呢？什么意思？屎个浪撞窗户上了，肉吧嗒，哐。不小心我把茶杯碰倒了，哐哗啦，茶杯掉地下摔碎了，哗啦咔嚓，床屁折了，咔嚓扑通，我从床掉下来了，扑通，哎呦，摔疼我了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放了仨屁，子子子，又崩死一号了，去你的吧。